成本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请放掌。今先该讲义501页。三七句次第之理，七句就指三七道品嘛，分成七个大类啦，七大类，所以叫七句。那这七大类也是可以分一个次第啦，就是就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来分次第。问曰：因先说道，就八正道嘛，何以故？行道然后得诸善法。要行在八正道上面嘛，那你就可以怎么样得到种种的善法功德啊。譬如人先行道然后得自所处，你要去一个地方，那你 要走在那个道路上啊，正确的道路上嘛，是不是？今何以颠倒？先说四念处，然后说八正道呢？哎，为什么你四念处排最前面，那最后才是八正道呢？答曰：不颠倒也。37品，就是37道品嘛，是出欲入道时，名字就是就是说照这个次第来，是也是没有错的啦。那这37道品是要进入佛道哦，那一般是讲解脱道啦，讲解脱道必修的课程啦，必修的。其实这一部大智度论都非常重要啦。佛教的百科全书嘛，它一定是最重要的才把它收入进来啊，是不是？那如果要展开的话，可能100卷都不够，把1000卷可能要1000卷。那我们这边100卷其实也算蛮多的，所以尽量可以的话，我们就整个把它看过一遍哦。好，有没有照这样的顺序来排嘛？有没有像《无常经》？佛说《无常经》，大家可以看上面嘛。上面这个偈颂不是这样写吗？起首皈依妙法藏，三世二无理圆明。有没有？他是先把那个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这三个，然后五根五力两个嘛，那最后七不离分跟八正道，这样子，七八能开四地门，修者贤道无为岸，有没有？是不是这样？这个都可以查得到，《无常经》，导师的这个纪念日都有送嘛，是不是？三四二五七八，值得加总起来就是37道品。好，那先说四念处的，就是第一个，就是首先是讲四念处啦。就是说他解释37道品一定是照这个次第来解说的啦，就是四念处排最前面。如行者道师所听闻道法时，先用正念要受持四法嘛，是使名四念处。有没有要开始要修行？那你要听法，
到善知识那边去听法。那听法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就是你要能够正念，以正念来受持这个佛法。就是说，这个念，你不是有个念心所，是不是？那个五别境，五别境是有个念心所，欲圣解念定慧，有没有？这个念心所要很重要。再来受持的，有心要受持这个法门，那么从听经闻法，从这个法门当中可以想要得到我们要的这个目标嘛，这个果位嘛，要转凡成圣啊，所以要用功啊，苦精进行，事实明事正勤。那接着讲事如意足，多精进故心散乱。你在精进的，就是说在用功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也是心会散乱啊。因为你心力有时候没有那么强的时候，或者你的堪能性呐、啊，你的堪能性还不够的时候，心就会散乱。就是说你的定力、善根等等啊，慧根啊这些，假设没办法搭配上来的话，在精进的过程当中就容易。这些有一些障碍啦、散乱啦、调取啦，或者昏沉啦，这些，那这边就要调心、摄心嘛。散乱的话就要收摄嘛。那如果是昏沉呢，就要提起来嘛，想办法让这个精神提振起来、振作起来，所以。这个身心要调柔啦，调柔身心故，明事如意足。这样子，好，502页，接着讲五根。为什么要讲五根呢？心调柔以生五根，就是说这个心调柔之后，你这个善根啊，这五根也可以讲说善根嘛，是重要的几个善根，信、心、念、定、慧这五个。要让它扎根嘛，你不能就是去表面功，这个叫什么花拳绣腿、三脚猫的功夫，或者表面功夫，这样不扎实啊，要深入一点，要扎实一点啊。所以修行其实就是不能急了，按部就班，一步一脚印，每天的功课你就。就这样子做就对了。你自己要求不一定说要做多少了，但是你自己要求自己大概的一个功课啊，早晚做。比如说你想要静坐啊，一天做个半个小时，或者分2个半个小时也可以啊，慢慢养成这个静坐的习惯嘛，也是蛮重要的啊，是不是？好。心调柔以生五根，啊，第一个就是性根嘛。诸法实相甚深难解，以性根故，能够就是能够信嘛。这个叫性根。诸法实相那它是甚深，背负甚深的啊。那没关系，我们就先相信。那一步一步往前进，第二个不惜生命，一心求道，就精进根嘛。精进的过程当中，你不能太爱惜你这个色身啊，但是也不能不管它了，因为你就不管它，如果生病还是怎么样，那也不行啊，经常生病也不行啊，或者是体力不支，也是都是问题嘛。就是说，在心态上要不惜生命啊，
但是在真正的运作上，你自己要调身、调息、调心嘛，有没有？你要调身好啊。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有哪方面的毛病，心脏的毛病，那他就不能喝咖啡提神嘛，是不是？喝咖啡他会心悸。所以这种种的饮食、睡眠，自己都要注意了，要一心求道，常念佛道，不念于事，这个叫念根嘛，有没有？你要心在道上啊，就是这样。其实如果经常有一个诵经的习惯，其实你在诵经当中，你那个道心就会慢慢滋长起来了。你不用诵太长篇的啊，你每天诵个一卷《金刚经》，一卷《阿弥陀经》也都很好啊，乃至《地藏经》等等，很多人也是很耗药啊。那有一些身体不好，那就《药师经》嘛，是不是？等等的都可以啦，看你自己，只要能够读诵哦，耗药。欢喜，那就多诵经嘛，固定这个功课啦，有一个定课，不用太长，但是也不能都没有啊，你不能都一直听经闻法、啊，当然听经闻法很重要，但是定课也是需要嘛，是不是？好，常摄心在道是名定根，有没有？要摄心专注，那禅定的这个定心所也很重要。定的这个善根啊，也是相当重要。再来，观世第十相啊，进一步当然就是要观诸法实相嘛，就叫慧根。我今天上去请书的时候啊，到三楼请书，有个师兄就跟我念阿弥陀佛。你们知道哪一个师兄？我也跟他点头，那他就继续念阿弥陀佛。他好像要跟你念个十声，他才会离开啊。那就念吧。就是他想要自己多念佛啊，因为他可能听净空老和尚开示要多念佛，我不知道啦。然后他可能就觉得，碰到人就念个多念个几声佛。但是问题是，有时候人家有事啊，对不对？人家要去办他的事啊，你跟他念佛啊，又不好意思不回应的话，就有点似乎有点困扰了，所以这个都要注意。你自己用功，你自己用功嘛，啊，点多念个一两声阿弥陀佛，那其实就可以了，不一定每个人都要陪他念嘛，是不是？不过我们也要是要把它当作视线的这个菩萨，见每个人都是菩萨，这样子心就清净了。灵光大师开示嘛，有没有？每个人都是菩萨，只有我是凡夫。好，是五根增长能遮烦恼，那就进一步的这个五种善根要继续增长啊。那你对抗烦恼就有力量了啦。我们其实对峙我们的烦恼习气，那个力量其实是很不够的啦，很不够。你不要以为他出家了几十年，或者是一些在家的居士大德学佛几十年，碰到境界一样。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如大树力能遮水，有没有？
你那树越大，那根就扎得越深嘛，那它吸收的水分，它水土保持的能力就越强啊。所以根要扎得深啊，不用急，急也没用。你那个功夫不到的话，还是没办法啊。有没有上次举那个无著菩萨的例子啊？他要见弥勒菩萨，你以为你想见他，他就要给你见哦，是不是？看你功夫有没有到那边，心有没有清净，或者是你的定慧力到哪一个程度啊？你戒定慧各方面的资粮够了，菩萨都会去找你啊，是不是？你还怕见不到诸佛菩萨？不用怕，五根增长时能转入身法，是名为力。有没有？五根让这个善根继续成长茁壮。那你要学甚深的这些大法，那就障碍就比较少了。其实只要是佛法，都是身法，都是大法啦，是不是？那只是我们的障，我们的业障各方面，只能看到一些表面，或者看到一些，还不够深入嘛。对，接着讲五力，接着讲七菩提分，得五力已。分别道法有三分，就是说，这个七觉支把它再分成三组了。第一组，觉法觉分、精进觉分、喜觉分这三个，是在，就是说过程当中修行的过程当中，假设你心比较沉默，比较算昏沉的时候，用这个觉法。精进跟喜这三个觉知，那可以让我们的心可以振作一点。好，第二组除觉知就是清安呐、啊，清安觉知、定觉知、舍觉知，那这三个呢？假设我们在过程当中心比较散乱的时候，那就要用这三个三法来摄心，让心里比较能够跟定相应。好，最后一组念觉知，那就是前面那两组都需要用到的啦。你总要知道你现在是什么状况啊？是不是？你到底是心昏沉还是调觉啊？第一组是昏沉的部分，第二比较偏向调觉嘛。你自己要把自己的状态看清楚啊，是不是？自己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都搞不清楚，那你怎么办？所以这个觉知的，就是自我关照的那个觉知力很重要了。所以念觉知就觉性嘛。提起我们的决心，那就可以累积善法，能够遮止恶法。如守门人有力者令入，无力者除却。有没有？你守在门口呢？那好人的话，或者是他要来办事情，那你就给人家进来嘛。那假设你觉得这个可能有问题，那你可能要留下他的证件还是怎么样嘛？多问清楚一点嘛，乃至要先暂时不要让他进来，先搞清楚，搞清楚状况再来处理。好，若心莫识就第一组情况嘛，念三法起啊。第二组，若心散乱时念三法摄来摄心，就是说。前面两组都需要用到念觉知啦，
念觉分，则法就能渐渐觉分。所以，念觉分好像排在前面，最前面的。无学这个觉，无觉的觉要改成学啦。无学识觉吗？有没有？无学阿罗汉就真正的觉悟啊。此七识能到，故名为分嘛。是不是？这七菩提分都具足了，这样子，所以叫七菩提分嘛。所以这个教刊很重要啊。我现在在教对那个我们之前请的那几位法师到我们那边讲演的逐字稿，哇！那个一心法师帮我们整理好逐字稿，但是我要把它看过一遍啊。看过了之后，你就知道问题在哪边了。你要从文字文就是语言要转为文字的话，那是不一样的，不太一样哦，那个味道是不一样。你要转为文字的话，要比较简洁一点。你不能啰里吧嗦啊，而且你要去看他的法义到底有没有问题啊？是不是？你那个法义对佛法的理解也很重要。他有问题的地方，我们就要把它删掉。有些不一定是法义的问题啊，就是他个人的看法。个人的看法觉得也不是很恰当的，我们就把它先删掉一些，这样子。所以我们拿到一些这些佛法的资料，要感恩很多人呐、啊。那很多人在做校对啊，光是校对是吧？这个就是有没有？你如果没有校勘的话，你就觉得怎么会有一个无觉？有没有？宋元明要工本，你都是做学啊，就可以把它改过来啦，是不是？因为在抄写当中，就是会有一些问题，那当然都把它保留下来，但是我们要做一些校勘，就比较好理解嘛，是不是？所以我们对这些法宝要很恭敬啊，很多人的心血才有这些法宝出现呢、啊，不是随随便便的，差一个字就差很多啊，那个意思就差很多。得是法安稳具足故，欲入涅槃无为成故，行是诸法。哦，接着就最后一个八正道嘛。前面从前四念处一直到七菩提分，那如果都能够具足的话，那基本上，那你修行的基础就基本上这个基础就很不错了。次两道的部分，再加上八正道，那就可以入。这个无为的涅槃城，都可以得到解脱啦，转凡成圣。行是诸法，事实名为道，就八正道嘛。其实这个三四二五理圆满只是一个整理啦。那其实导师之前的资料已经讲过了嘛，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有没有？或是浅深别嘛？就是说排前面的，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浅呐、啊，他越排后面，有些人觉得深。其实就是有没有初修学时修四念处，接着四正勤四如意足嘛，接着五根五力，就照着这个阶位一直上去嘛。见到位，他这边好像有七跟八对调。见到位是修八正道，
那修道位是求其觉知这样子。导师说，这也不过是就他特胜的意义来讲，就是说，因为比较之后，你会觉得，哎，这一组这一类的法门有它特别的含义啦，有没有？这样子，照论祖这样解说下来也是很合理嘛，有没有？就照这个顺序修也是很合理，但是不一定每个人的根器条件都是适合这样子的次第啦。好，接着进入声闻法的37道品。这个是这一页到522页。那么大乘法的37道品就是下一个段落，大段落是522页到531页。所以声闻法大概我有20页左右啦，那大乘法大概10页左右这样子。因为你声闻法把它讲清楚的话，大乘法就重点讲一下，就跟声闻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再提一下就可以了。你看，声闻法加大乘法就几乎有30页的篇幅。好，先讲四念处。问曰：何等是四念处？答曰：那就身受心法嘛，这四个啊，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这个四念处。接着解释，观四法四种，有没有？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个别观嘛，个别的去观啊。这四法虽各有四种，就是说这四个部分也是可以在总观啦、啊，有没有？观身也是不净苦无常无我啊，观受也是苦不净无常无我这样子，那不就是四法各有四种吗？身因多就是多观啦、啊，不净；那受是多观苦。心是多观无常，阿法是多观无我，只是这样子了。那其他不是说不用观啊，还是要你在总观的时候，还是要整个都要观嘛。何以故？凡夫人啊、哦，这边是说对治是颠倒，故为说是。何以故？凡夫人未入道时，是四法中。邪行起是颠倒，就是说，他可能还没有建立正知见，他就容易起是颠倒。不净，他认为是净；那苦，他认为是乐；那无常，他认为是常；无我，他认为是我，那不就是颠倒？是不是？破是是颠倒故，说是是念处。那是颠倒，那是我们凡夫会这样子啊。几乎每个凡夫，每个凡夫众生，就是或多或少啊，只是严重不严，比较轻微一点，有的很严重，啊，有的稍微轻微一点，这样子。破净颠倒，所以就生念处嘛，主要的啦。破乐颠倒，那时候受念处，其实只要修一个念处，能够通达的话，其实都这四颠倒就可以破了。破常颠倒啊，说心念处；破我颠倒，说法念处；以是故，说这个是念处嘛，不多不少。好，503页，问曰：云何得是是念处呢？就是修是念处要有什么样的方法？那他就论主就这边。从身念处开始，然后505页受念处，然后507页心念处，509页法念处，有没有？就一个一个解释啊，其实讲的还蛮仔细的啦。
好，答曰，哦，有没有？声念出呢？这边的话就有，刮胡一，观身五种不见；刮胡二，504页，观身，有没有？这时候就总观了。除了不见之外，你还要观无常苦无我。那505页做一个总结，声念处的总结，这样。好，503页这边弄。行者依境界住，一心行精进。就是说你要修行，声念处当然非常好。但是你那个戒的部分也不能太差，也不能都不持戒、不守戒嘛，也不行啊。所以这边就提到五种不净相，但是天台四教仪这边，大家可以看上面这个资料哈，天台四教仪有七种不净，哦，天台四教仪的脊柱啊。这个应该是某位天台宗的大德做的，可以互相对照一下啦。其实内容大概是这些啦。好，有没有这五种不净相？那就第一个身处不净，第二个种子不净，第三个自性不净，第四个自相不净，第五个究竟不净。就是我们看这个，也可以对照一下这个。这七种不净，有没有？这边是先讲身处不净，那这边就直接先讲种子不净了。其实照七这个次第，七种不净的次第也蛮好记的啦。好，我们先看龙树菩萨这个次第：云何名身处不净？头足腹脊胁肋。诸不净物和合名为女身，其实就是在讲我们的妈妈的这个色身呐、啊，也是不净啊，不只是母亲啊，那男众也是一样啊，因为我们是从妈妈这边怀胎10月的嘛，所以就针对这个女生来讲，就内有啊、哦，有没有？母亲身上内有身脏、熟脏、屎尿不净，外有烦恼业的因缘风吹四种，令入二脏中间。就是说，内在的是妈妈的这个身体，啊，外照是你，那现在就是对应于妈妈，就是你的入胎室嘛，有没有？你过去的。祸跟业的因缘，还有加上你的阿赖耶识嘛，那个入胎识，其实阿赖耶识就涵盖这些啦，这些全部的因缘呐，入二障中间嘛，身障、熟障中间，就入这个叫什么受精卵嘛，是不是？若八月，若九月。应该，若八月前面可以加一个住胎啦。我们住在妈妈的这个胎盘当中，不就是大概8月、9月或10月嘛？如在屎尿坑中，因为那个地方是很靠近这个排泄的那个地方了。如说是身为臭秽，不从花间生，亦不从毡波，哦，萝卜的卜，又不出宝山，是名身处不净 所以对照七种不净的话，等于是七种不净的烦恼业因缘风，这个是内种子不净啊，有没有？这不是有个内种？就内种子嘛。那如果是入二障中间，就是住处不净嘛，有没有？七种不净里面的住处不净。那
还有，包括食淡不净啊，因为你既然住在那个胎里，那个受精卵，那个叫什么子宫里面，那一定要吃母亲的营养分啊，那包括食淡不净嘛，七滋四有没有？你所吃的也是不净啊。处于胎中，为食母血，以滋养他的这个叫什么？慢慢胎儿，这个叫胎胞啊，就是胎儿就慢慢长大，他才慢慢长大，才能够出胎嘛。所以住处不净，就包括种子不净、住处不净，还有食淡不净。好。五种不净里面，第二个种子不净。种子不净者，父母以妄想邪意念风吹淫欲火，哦，血随高流，热变为精。那么投胎的众生数业行因缘，是种子在四白金中住，有没有？这个就叫生种子。那个树叶就是过去的叶，还有四种子，指的是你用来投胎的吗？是不是？如说是生种子不净，非余妙宝物，不由净白生，但从尿道出。所以这边就包括种子不净，内种子嘛。还有外种子啊，父精母血啊，就是赤白精嘛，有没有？外种，外种子是，如果照七种不净，那外种子指的是，对一下啊，父母的遗体，就是这个父精母血嘛，外种子不净，所以也是受生不净。从尿道出，所以叫做出生不净，有没有？我们看上面七种不净，是不是有个出生不净？就是刚要出胎的那个阶段呐、啊，从妈妈的母亲出来的那个部分，十月满足投向产门嘛，是不是头先出来？所以一定要有助产的这个医师医护人员呢、啊，以前叫产婆嘛，帮你把它拉出来啊，是不是？流血淋漓，心会狼藉，故名出生不净。那个济公和尚最后的一个偈颂，那怎么讲？有没有印象？那个妙见长老啊，妙见长老说他看那个《济公传》，他说济公和尚他最后就怎么四句偈，好像活了60岁的样子，60年来狼藉。好像有这样子，东壁打倒西壁，如今收拾归去，依然水连天壁。有没有？他就用这个狼藉呀、啊，有没有？就是做了一些不太规矩的事情呢、啊，喝酒吃肉啊这些有没有？但是济公和尚可是500罗汉之一啊，据说啦。不过一般不会鼓励大家学济公和尚啊，也学不来啊，我们没有人家的功夫啊。你如果学他喝酒吃肉，我看你这个业造的就很重了。人家是人家是。这些
阿罗汉啊，这些大菩萨，游戏神通，可以对，就是说对道场或者是对佛教，也是有一些贡献的，有一些贡献。好，60年来狼藉。东壁打倒西壁，你们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边的墙壁居然会去打西边的墙壁，那这个大家可以去参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东西不是一种对立吗？对立法了。他已经破除这个对立的观念，已经入不二法门。就是说，人家外表虽然好像有点奇怪，好像很不规矩，但是人家的心是清净的啊，阿罗汉的心当然是清净的，是不是？这个比什么都还重要啊。那有些外表看起来好像人模人样，可是里面，哇，那乱七八糟的，那就很糟糕啊，是不是？东壁打倒西壁，如今要回去了，依然水连天壁。那还是一样，那境界还是一样啊。圣人就是圣人的意思啊，圣人他不会变为凡夫啊，是不是？圣者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清净的一个状态，解脱的、自在的一个情况嘛。好。接着，就自信不净，所以这种子不净，那个 B 的旁边你可以写一个入胎室啦。种子不就是指那个入胎室吗？当然不止啦，当然也讲到那个父精母血啦，也讲到出胎的时候那个情况。那么前面的牲畜不净，主要指的是母胎，就是母生的部分。你直接讲母胎也可以了，我们处在胎中也是不净啊。那息这个自信，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现在回到我们自己了，现在是要观，已经出来了，然后长大成人，那你要管我们自己本身，自信不净者，从足至顶，有没有？从脚到头，从头到脚，四边薄皮，有没有？整个就是附上一层皮呀、啊。那有些皮好看一些，有些皮比较差一些，啊，总是都会有这个皮嘛。其中所有不尽充满，就是说有些福报稍微好大一点的，他可能就比较好看一点嘛，庄严一点。那有些福报差一点的，就没那么好看，没那么庄严。但是都一样啊，都是不清净的啦，不尽充满。但是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啊！你看那个运动员有没有？运动员的色身就跟我们不一样，他就可以完成那种高难度的动作，比如说跳水啦，或者是那个溜冰有没有？冰上芭蕾，哇，还有那个体操有没有？哇，都高难度的，他们就有办法。或者他跑得特别快的，
就是说，他一方面是天分，一方面也要锻炼呐。他们那个色身，应该是都跟他过去的因都有关呐。就是说，色身比较好的，应该是他的身业，过去的身业了，应该也不会太差了。那假设这辈子口音，这个口齿比较不正常或比较差一点的，可能过去的口业就比较不那么理想。不过这种因缘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了，就是说这个结果它不是单一单元的啦。但是它有一个主因呐、啊，这样了解吗？它有一个比较重的业，譬如说我们这个人间很重大的业，善业就是禅定嘛，有没有？布施、禅定，这个都是算得上重大的业、善业啦，有没有？持戒也是啊，也是算善业啊，布施、施戒、定，禅定又比持戒来得更殊胜。那持戒又禅定比持戒布施殊胜，那持戒又比布施殊胜，是不是？就说一般呐、啊，一般是这样可以来这样子来看呢、啊。所以能够好好修禅定，或者好好修持戒、修布施，其实这个都是很好的善业。那你有这些善业的基础，加上其他的因缘，那就 那果报就会跟人家不一样，可能是色身方面好一些啊，或者是在那个智慧方面啊，聪明才智方面比人家好一些。或者某方面有一些特殊的才艺，有些人音乐就很厉害啊，还有一些数学方面就很强，有一些物理化学就很强，对不对？应该跟过去的业多少有一些关系啦，多少有一些关系。所以你要得到好的业、好的果报，那就从现在开始嘛，去积累这个善的业，那果报就不用担心嘛。那你又要好的果报，你又不去造善因，那你怎么得到好善果、善的果报呢？不净充满，是以衣服澡浴花香，是以上传。纵使你用很香的这些水来洗浴你的身体，或者吃的东西非常好，众味肴膳，经宿之间皆为不净。过了一个晚上，早上起来要排泄嘛，哈，还是一样不清净。假令，不过这也是没办法了。像天人好像没有这个问题哦。假令衣以天衣，食以天食，以身性故，亦为不净，就是非常殊胜的意思了。天有清净，或者相对人间就殊胜嘛。何况人间的衣，人间的食呢？那怎么跟天来比？纵使是天衣天食，那还称不上清净呢。如说地水火风直，能遍除不尽；情海洗此身，不能令相结。就是说，用非常多、非常多的水来洗的话，也不能让我们这个色身变得很相结清净了。第二句好像比较不好懂哦，能变除不尽，就是说，假若啦，能够去除不清净的话，
那你还是不行呐，还是不没办法，因为我们这个业感、业力所感的，就是这个样子了。又怎么样？就是没办法，人间比不上天上，那天上，那更高层天，有没有？一层一层比上面殊胜，那在最高的飞翔，飞翔出天好了，啊，还在三界里面呢，是不是？你还没出三界之前，那相对于出世间一样是不清净的啦，这样了解哦？就是说，在三界当中，三界九地或25地，它只是相对的清净啊。那不是绝对清净，除非你出三界，是不是？你出三界那转凡成圣，那才是清净嘛，真正的清净嘛，是不是？好，我们这堂课先到这里，休息一下。接着是自相不净，自相其实就是现出来的相啊，表象的意思啦。我们的这个外跟就是要排泄物，它就透过那些地方把它排泄出来嘛。好，自相不净者，是生九孔，就是那九个地方啊，长留不净，眼流痴就眼屎嘛，然后也会流泪啦，等等。耳出结淋，就耳朵也会有一些耳垢啊，鼻中会有鼻涕嘛，有没有会流鼻水啊？口出言唾，有没有也会吐痰什么的，或者吐一些东西出来？侧 道、水道，有没有就是大便道、小便道，常出屎尿，急出毛孔，汗流不尽，哇，那毛孔就多了。全身，你运动之后啊，那个就要洗澡啊。如说，其实也不一定流汗了，因为假设有时候会有一些灰尘嘛，等等，也是要洗干净。如说种种不净物充满于身内，常流出不止，如肉瓤尘物，是名自相不净。所以，相对于七种不净，应该就是举体不净了，有没有？第六个上面的资料有没有？此身薄皮所覆，从头至足全是秽物，故名举体不净。其实就包括这两个啦，C 跟 D 啦，503页的 C 跟 D 嘛，自性跟自相。自信，自信就是自身呐、啊。那自相，其实也是自身的这个相嘛。好，看下一页，究竟不净，究竟不净者，是身若投火，则为灰。你用一把火烧起来，也是会留下一些骨灰嘛。若从实，则为屎。那虫子吃了，那就也是很脏嘛。在地腐坏为土，在水则膨胀烂坏，有没有？或为水虫所食。所以八地菩萨之前，我们这个身叫什么身？重生，八地菩萨才舍重生啊，舍掉我们这个分段生死身啊，就是四果阿罗汉，如果是以声闻身，就四果以上，就四果了，四果位了。那大圣的话要到八地哦，他才舍分段生死嘛，舍重生嘛，
八地以上才可以变异生死，那就不一样，那就是境界的一种提升嘛。那八地以下，那你就也没办法了，只能将就着用嘛。我们还是要靠这个色身来积功累德啊。虽然这个色身实在是，你再怎么强壮哦，你再身体再怎么好，哎，终究会老病死了。但是身体好一点的，他堪能性就好一些，堪能性啊，就是修行他那个。修定也好，修慧也好，它比较有力啊，条件比较好一些。那身体差一点那就有差了，是不是？所以修行还是，虽然是不分年纪啦，但是还是要趁着年轻力壮的时候啦。趁年轻啊，或者是你虽然年纪大也没关系，但是你要怎么样？要肯下心呐，就是要下定决心呐。一方面要谦下心，一方面要下定决心呐，那或许也是会有一些成就了。那你如果抱着高慢心，或者是没有下定决心要修不修的，随缘修那多少也是可以积累一些功德啦，栽培一些善根啦，也不是不行啦。但是要成就的话那可能是没那么容易。所以一切史诗中，人生最不济嘛。为什么会这样子哦？因为人的烦恼最多了，相对于其他的众生啊，人间就是从烦恼，应该是从烦恼的层面来看呐、啊，那个烦恼习气那是相当厉害的，比其他道的众生呢、啊，你说三恶道，那只是受报嘛。所以人是生成的枢纽，就是这样。你要修善，那也是在人间；那你要造罪那有的是机会。你要堕落，你还怕没有机会吗？是不是？所以这你就自己看着办。不净法九相中，就是这八大类里面的第三类啦。在第21卷，就是有提到九相，有没有角柱33就列出来嘛？那边会广说了，如说审谛观此身，终必归始处，难遇无反复，背恩如小人。有没有？那你照顾得好好的，他要跟你。生病就生病，头痛就头痛，这个痛那个痛啊，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被人如小人嘛，那他可不听你招呼啊。难遇无反复，就是你到了一个阶段，你就回不去啦。你老年的阶段，你怎么回到青壮年呢？就是没办法回复到青春。健康的那个阶段的嘛，比较青春、比较健康的阶段，是不是？那终归于死啊，死了再继续再来修嘛 好，所以是其实这个不净观是对治我们的贪欲心呐、啊，对治贪欲，特别是男女欲，或者是对我们的这个叫什么我。对我的一种执着啦，叫做我见嘛，
或者我慢、我爱、我痴这些跟我有关的。好，接着观身不净之后呢，就观另外三个无常、苦、我。那还是从观身不净这边谈起嘛。复次，是生生死死时所净身物，所安身处，皆为不净。你身体附近的，或者是你处的那个地方，也不也是会脏嘛，是不是？你把家里整理得再干净，那灰尘也是会进来啊，空气当中的一些尘埃，但是还是要尽量把它弄干净啊，尽量。啊，弄清洁一点 如香美净水，水百川流，积入大海，变成咸苦。有没有？假设你干干净净的水，你到河流里面，那最后流入大海，那不是都一样的味道，都咸咸的、苦苦的味道。身所食啖种种美味，好色好香，色香味俱全，好了。细滑上转，很美好的食物，这样吃下去，入腹海中变成不净。吃到你肚子里面，那也要消化吸收，那身也要排泄啊，那终究不清净了。但是，因为也没办法了，你要面对它，要接受它，要处理它，要放下它。是不是？你有时候要跟他妥协一下，因为你还是要需要靠他修行嘛，是不是？修戒定慧，修六波罗蜜啊。是生如是，从生至终，常有不尽，甚可幻厌 有没有？从，就是说。从始至终啊，从出生到死亡，那几乎不尽，那就伴随着我们。那我们应该起这个厌离心呐、啊。当然，应该有的照顾也不能没有了。好，行者思维，是生虽复不尽，若少有常者。有菜有差，而复无常。就是说，生虽然是不净，假设它能够维持一个恒常不变，那好像还可以。就是说，维持一短暂的时间呐、啊，比如说健康、青春，但是不也没办法啊，念念生灭啊，那怎么维持住呢？只是相对的，就是说，那个时间段这样子而已啦。就是说，会有一段时间，好像还可以，还过得去。其实每个时间段，我们就一直迈向死亡啊，是不是？是不是离着死亡又前进一步？所以你说有常，这是不对的啦，差就是错误的、不正确的，一点都不会恒常不变啊，不会常有、时有、独有嘛，除非你落入自性见。好，虽复不净无常，若少乐者，好吧，就算不清净无常好了，但是有一点点快乐，那还好。好像还过得去，其实终究是那个乐也会转变为苦啦。一般人也是会去找乐子嘛，就是说找一些比较快乐的事情来做嘛，比如说唱歌啦、跳舞啦、听音乐啦、看电影啦，有没有？或者去旅游啊、旅行啊，但是。毕竟，
那是短暂的啊，你刹那乐也是无常嘛，终究是无常，所以是苦啦，终究是苦。其实"终究是苦"的意思是终究无常啊，是生是众苦深处，如水从地生，风从空出嘛，有没有？那个地有那个泉水，或者是水源，可以流出水来。那风的话，虚空当中就有风啊。火，那木头摩擦就会有火嘛。是生如是，内外诸苦皆从生出，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它有一个源头啊，水的源头是地嘛，啊，风是从空，那我们为什么会苦？因为有这个生嘛，无知大患，因为有这个生，有没有？那个老子还是庄子讲的嘛，无有大患，唯无有生嘛。你只要有这个身，那你免不了苦的啦。只是有些人苦多一些，有些人苦少一点，那不可能完全都没有苦嘛。因为无常，必定会苦。内苦，那就老病死嘛，等等。外苦呢？刀杖寒热啦，饥渴。那外在给我们的苦嘛，是不是？天气热了，太热也不行；那天气冷，太冷也不行。啊，渴了，太渴也不行；那太饿了也不行啊。或者是战争有没有等等，一些也是很麻烦哦。由此生故，由是苦。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五蕴身呐，免不了苦。好，问曰：生非但是苦性，亦从生有乐啊。你说苦啊，事实上就是有乐啊，不是有苦受乐受。若令无生，谁亦无欲乐？谁当受者？假设没有这个色身，那你五欲乐，你那个乐，那是谁在受乐呢？答曰：哦，这边就讲，此大苦故，小苦为乐。就是相对于大苦，你会认为那个小苦是乐啦，实际上也是苦啊。有没有高五 B？故苦为苦，心苦为乐。哎，旧的苦你可能忘记了，其实新的苦也是苦嘛。你还认为可能相对稍微好一点，但是还是苦啊。好，括弧 A 这边是圣地苦，圣人之实是苦。有没有《一教经》不是上次有看的吗？苦确实。苦地实在是苦就对了。渔夫为食为乐，只有凡夫才他才搞不清楚，把苦当作乐。圣食可依，渔获遗弃。圣者告诉我们的这个是圣地苦，那我们就依。依着圣者的话来思维嘛，来观嘛，是不是？那愚痴的凡夫，那这些迷惑颠倒，那就要把它舍弃啊。不过这个烦恼习气没有那么快了，没那么快了，还是。点滴的功夫啦，点滴的功夫，这个不是一下子啦，一下子。但
你都已经花那么时间去积累一个不好的习惯习性烦恼，那你要用，你要那么快就可以把它去掉吗？冰冻三尺，不是一日之寒吗？是不是那个冰都要那么长的时间结成那个厚厚的冰？那你一下子就要把冰变成水吗？除非你用很特殊的那个方法，比如说用烧那个大火，有没有？那你看你有没有那个功夫啊？否则的话，还是要时间呐。好，是生死苦，以此大苦故，以小苦为乐，有没有？譬如因死之人得刑罚待命，甚大欢喜。本来判了死刑，但是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啊，还是可以让你。不一定一定要判死刑，给你判个无期徒刑，但是你要有接受刑罚。你既然不死，但是你还是要受刑罚，可能是鞭刑，要鞭打啦，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你这时候还是觉得欢喜。刑罚其实也是苦啊，它只是。没有，不需要死，它是代替这个死刑，那你就会认为它是乐吗？终究是苦吗？只是用这个小苦来代替大苦而已啊，那小苦还是苦啊，你不要认为那个小苦是乐，就是相对来说，当然有小苦大苦那但是都是苦啦。好，505页。复次，就是物以为辛苦是乐，故苦为苦。这是你误认的，这是你错误的观念呐、啊。如初坐时乐，久则生苦，有没有？你坐太久，你刚坐的时候，觉得很不错。你坐太久，有时候你这个色身受不了，也是会苦恼吗？初行利卧亦乐，久亦为苦。然后就做了苦，那就起来走吧。啊，走太久你也会累啊，或者你站太久，或者躺太久，也是会觉得苦恼嘛。屈伸俯仰视训，就是视无恩顺，就是眨眼嘛，喘息。苦常随身，就是说我们身体有一些动作啦，比如说喘息啦等等，可能稍稍没那么苦，但是其实还是，就是随时会有苦出现呢，随时苦可能就会感觉到了。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这样子，特别是年纪大了一点哦，这个毛病就多，要么眼睛的问题，要么其他的器官的问题，等等啊，一大堆问题，苦常随身嘛。从出受胎出生至死，无有乐事。从出生之后，从一受胎不只是出生哦，你在母胎当中，生出来了，一直到你死亡，你感到还是有些乐啊。比如说你考上好的学校，得到好的工作，娶到好的老婆或者嫁个好老公，有好的事业。有好的眷属，那你觉得也很不错啊？那实际上都是补偿嘛。
就是说，那个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啦，那个会随着因缘而变。那变化了呢，那苦的感觉就出来了嘛。好，观无息，淫乐是乐，大苦转生。哇，那欲界的淫乐算是，大家都比较会向往的嘛。淫乐在欲界当中是算很强烈的一种乐嘛。但实际上，如果经常的想要淫欲的话，那也是很苦了。若如以受淫欲为乐，淫病重故，求外女色或者男色了，得之欲多，患自欲重，有没有？有些不是三妻四妾什么的，一堆，结果，你说他很乐吗？那有时候他也是很苦恼。如患戒病，像火开刺嘛，就是说你有那个皮肤病，那你到你烧个火来取暖一下，舒服一点。当时小乐，大痛转生。如是小乐，亦是病因缘故有，非是实乐。哎，只是稍微让你好，暂时的啦，暂时好像觉得舒服一点。其实那个病根在的话，那你还是没办法嘛。我们的病根是什么？生死大病的根，那当然就是杀价也贱啊，我执我贱啊，是不是？所以你说那个破杀价也贱有多重要？出国要断那三结嘛，一定要谨记在心。杀价也贱，疑烦恼，还有什么戒禁取见？那这个你要先断这三结啊，就总的来讲就是贪嗔痴啦，你要尽量往这个方向去断嘛。贪嗔痴当中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我见，要想办法去对治，去破除。所以你看，很多人他只想到他自己啦，有没有？他平常没事都还好，但是有利益冲突的时候，他第一个他想到自己，那不是一种我执吗？所以菩萨行菩萨道，他在菩萨行菩萨道当中，他的我执我见其实就会慢慢淡化了。因为他要为众生服务啊，那你我执我见那么重，那你怎么为众生服务？同时有我执我见，就同时为众生。有时候好像也可以啦，但是既然要有时候要牺牲一点，牺牲奉献嘛，那你要放那个我要尽量的放下了。我不要那么重啊，是不是？那个进行品不是有141大愿？那个你知道华严宗的三祖，那个显首国师他怎么说？你只要做到这个进行品，你能够做到这样子啦。那你就具足菩萨戒了啦，因为你念念都是要为众生发愿啊，当愿众生，当愿众生嘛，你心心念念都是为众生，当然可能显首这个显首祖师是勉励啦，但是也有道理啦，那个愿很重要嘛，愿就是你起码朝那个方向，就是要。利益众生的
的那个方向嘛，或者为利众生愿意来成就菩提、成就佛道的那个方向，上求下化的方向前进。好，所以静心品虽然很短呐、啊，大概只有半卷，但是你如果能够把它通达或者真正落实，那也是很不容易啦，也是相当不容易。141大愿，那个离世间品，哇，那更是普慧云心200问，普贤频谢2000愁。你问一个问题，然后给你十个答案，那十个答案就是你要做的啦。十眼、十耳、十鼻等等这些10种戒，哦，10种什么？好，所以你就知道，你如果读诵大圣经典，哇，那个境界真的是不可思议哦。所以读诵大圣经典非常重要。那你如果毁谤大圣，哇，那个罪也是很重。毁谤佛法的话，那个都不应该了。好，接着，无病之人观之，未生怜慈悯。无病之人呢，就比如说出国以上，你要离欲界，起码要3国以上嘛。3国以上就欲界的烦恼都断了啊。是不是？但是他要生慈悯心，离欲之人观淫欲者亦复如是，名此狂惑，为欲火所烧，多受多苦。那欲界就追求这些嘛，淫欲乐，那也有时候也没办法，但是还是要，既然学佛，还是要控制一下，克制一下。其实很多问题都是不离贪嗔痴啊，特别是这个贪，有没有？你到色界、无色界，都还有色贪、无色贪呢、啊？你嗔心色界以上就没有哇，那个贪烦恼啊，你到上恶界都还有，可见这个贪有多严重。所以这个贪烦恼自己要去。你看有没有多贪众生不净观呢、啊？自己要去对治啊。所以修行人对一些东西物质的部分就不要太过了，过得去就好了。你累积了那么多物质，你也带不走啊。你有需要，该用则用，该省则省嘛，是不是这样？那就拼命买，拼命买，拼命血拼，有需要才那个，是不是？那多余的钱就帮助众生嘛。你看花莲那个地震，那重建那个他的家园要花多少钱，要多花多少时间？你看看，那些打仗的国家啊，更是可怕，连个家都逃难的，连生活都有问题啊。所以这个世间苦难的众生还是很多很多啦。那我们有一点能力，哎，我们就受用我们的福报，但是不要太过。
多的随缘随分随力来帮助众生，也是应该的嘛，是不是？哪天我们需要人家帮助的时候，有时候欲哭无泪。平常要多广结善缘嘛，你有困难的时候，人家自然会帮你。那你平常没事就跟人家结恶缘呢，那怎么办？就是多结善缘，多服务，多奉献。那修行的障碍就会比较少一点。好，如是等种种因缘之生，苦的相状啦，苦的因缘嘛。你要知道苦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它的一个特征、相貌，还有更重要的因来自于哪里？祸跟业嘛，苦的因不就是祸跟业、苦集嘛？苦之集啦，那苦的因缘呢？那你要去把它弄清楚。怎么去对治它？怎么忏悔业障啊？怎么断除我们的烦恼习气啊？行者之身，但是不净，无常苦的这些物质，不得已而养育之，那没办法啦。那起码我们注意一下饮食。这些作息，注意一下运动等等，那稍微让它能够堪用嘛。不然你怎么修？你没有这个设施，你就没办法修啊。你躺在加护病房，你要怎么修？你活下去都是问题的，那你怎么修呢？那你就下辈子再来。你还可以的话，那就。尽量把握时间，赶快用功精进嘛，是不是？我们今天到天南寺华果山的天南寺，上不是有办禅期？有没有？从今好像到下礼拜六的样子。那这个讯息我们都不知道啊。假设我们知道，我们也去。去水洗做几支香也不错啊，是不是？所以教界的一些活动，大家相应或者有兴趣，也可以多少参加一些嘛，也不错啊，是不是？譬如父母生子，子父必报。儿子既然生下来了，那小孩子再怎么差劲，怎么恶劣呢？因为我们自己生的嘛，还是要养育他们。即使生只是一个助缘呐，主要是他自己，但是会成为一家人，多少有一些因缘在嘛。那你就要想办法。养育这个儿子，成就他，就是互相成就了。有些当了父母亲，他才比较懂事啊。那没有当父母亲之前呢，到处玩乐，责任感也责任心也没什么责任心。那一旦成了父母，哎。有些就会慢慢的成熟，所以有一句话叫什么"为母则强"，有没有听过？那个是有责任心的母亲呢，啊，有些没有责任心的母亲呢，也是很糟糕。多数的母亲还是。都会尽到他的责任啊，应尽的责任啊。
除非很少数很少数啊，那个就很糟糕的也是有，不是没有。好，第一观身无我，有没有？前面观不见，也观无常，也观苦，接着最后就无我，身实在是无我，它的实相啊，就是无我了。为什么是无我？因为你做不了主啊，我是主宰啊，你能够对你这个色身主宰吗？你如果能够主宰的话，我们每个人都要很庄严、很健康、很强壮啊，不要生病啊，就没办法，不自在嘛。譬如病疯之人，不能俯仰形来。有疯病的人，他活行动就比较没办法那么自在。鼻咽塞者不能语言。哦，有喉咙啊，这方面的，他在讲话方面就比较不自在。以是故，知身不自在。如人有物，随意取用，身不得耳，不自在故。比如说，那个东西是你的，那你什么时候要用，都看你自己的意思嘛，很方便。但是我们的色身，那可就没那么让你能够，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啊，是不是？比如说，我想，早一点起来，或者晚一点睡，那有时候身体就受不了了，就没办法配合。或者我要多精进用功一点时间。我要多做个1个小时，你看看，所以这个都要训练呐，也不是不行呐。审知无我，因为你对你的色身，你就没办法做主嘛，没办法自由自在的去运作它，所以结论就是无我。其实就是就这个意思来看啊，那还有其他的更深的意思啦。那你就要学中观嘛，学这些般若的这些经论。好，做一个小结：行者思维是身如是不净，无常苦空无我，有如是等无量过恶。就是有一些过患呐、啊，有这样的过患，其实能够通达无我，你能够观无常故苦，苦故无我，你能够证得无我，哇，那就自在了啦。能够无我，那不就是无我所，那不就是空，那就自在了。那还没有证得无我之前呢，当然是绝对不自在的。好，总结，念生念处如是等种种观身，要观身，观身怎么样？不见，观身无常，观身苦，观身无我，这样子。是名生念处，所以身比较偏向我们这个色身或者生理的部分。接着就是心的部分，心理的部分，心理作用就是受嘛，处作于受想思，不是有个受心所？好，受念处，观无依，众生以乐受故，贪着此身，就是他觉得有这个乐的感受，他就会更加执着了。得是生念处，观以复思维，众生以何缘故贪着此身？就因为你觉得乐嘛，所以者，
那就讲出一个理由啊，就是从颠倒生无有时故，虽欲求乐能得大苦故，乐受少故，大概就这些理由了。其实就不离开这些情况。从内六情就是六根嘛，外六尘有没有？色声香味触法这些，所以根尘。和不是生四吗？那跟尘是和生触嘛？那触接着就有受嘛？六种事中生三种受，中间应该有一个触了，但是这样子讲也可以了。哦，三种受就是苦受、乐受跟舍受，不苦不乐受。第一个是乐受，一切众生所要的嘛；苦受，一切众生所不要的，不苦不乐受，那也不是想要，也不会排斥嘛。如说，若作恶人即出家，诸天世人即蠕动，一切十方五道中，无不好要，啊，不顾无不好乐而恶苦，大家都喜欢乐的，不喜欢苦的啊。大家都喜欢离苦得乐嘛，狂惑颠倒无智故，不知涅槃常乐处。你虽然想要离苦得乐，但是你没有转凡成圣，没有证得无我，那还是没办法啊，没办法证得涅槃嘛，涅槃才是常乐的那个地方。不过大圣就不一样啊！大圣他为了积功累德，他不入，他是忍而不证啊，他就可以入涅槃，但是他不要入涅槃，这样子，后面应该会讲。行者观是乐受，以实知之，以实相来就，我们从这个实相，就圣义谛的部分可以知道，无有乐，但有众苦。何以故？涅槃解脱乐才是真实的乐啦，出世间乐那才是真实的乐啦。那在世间那个乐，那是如幻的啊，如幻如化的啊，是不是这样？因为它随着因缘会变化嘛，缘起有就是如幻有，那缘起有的乐，那不是如幻的乐吗？那你还有什么好执着的？所以涅槃乐是无有颠倒的，一切世间乐受皆从颠倒生，无有实者。有没有世间的乐？那是跟颠倒、跟无明、我见、跟自性见相应的那就不是真实的啦，是不是？好，506页。我们把这一段稍微告个段落。复次，是乐受，虽欲求乐，能得大苦。大家都要追求乐，要赚大钱，要开好车，要住好的房子。但是你如果用不正当的手段，那就有的苦，有的苦了，有你苦头吃了。如说。若人入海遭恶风，海浪卷起如黑山。若入大阵斗战中，经大险道恶山间，豪贵长者降屈身，亲近小人为色欲。如是种种大苦事，皆为着乐贪心故。有没有？这些其实有一些表法。以是故，知乐受能生种种苦。你得到了一些乐，比如说你得到一笔很大的钱财，那你为了保存这个钱财，也是要费一些心思嘛，是不是？
或者你有好的事业，那你也要维持你的事业的运转嘛，也是。当然，只要是正当的事业啦，乃至对众生有贡献的事业，其实都还是要积极的去做啦。只是说，这边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太过于执着了。太过执着的话，就要无所着、无所住、无所得嘛，以无所得为方便嘛。复次，虽佛说三种受，有乐受，乐少故名为苦。其实无常故苦啦，这乐也是会转变的啊。但是也是会变坏，所以叫坏苦嘛。那不苦不乐受，那它也是会转变，所以叫行苦嘛。如一斗米投之大河，则失气味。那个蜜糖啊，那一点点，那投到河里面，根本那味道都没了。就相对来说啦，那一点点乐，那跟那个多数的那个苦受，那没办法比了。所以观受是苦嘛，是不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所以这边就是从苦的这方面来观。好，底下的部分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好了。这个都是解脱道的基础，都很重要哦。菩萨也要修，菩萨也是要修的哦，所以也不是不能忽略了。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一起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众生，皆空成佛道。